杭に浮遊する朝もやの鈍鳥。トビウオは銀矢を走らせて真珠色に輝き、大刀琴を縫い、東海の連山は遥かに四魂に匂う。実に神秘まか不思議の草原郷の源氏、随気の精類を実感した。艺术史学者严娟英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个研究计划，要寻找散落在民间与公立机构的台湾现代美术作品。这一年多来，他们四处拜访，挖掘出一些早已失去下落的作品，也发现从未被书籍文献记载的作品。西南双吗？西南双传，是我能得到的啦。哎，不能理解做物件就拍。是啊是啊，这个都没有啊。哎呀，我找都找无啊。是啊，没有。哦，你做为什么？这张真的很好，就是这个味道，一份鱼的味道。鱼啊啥确实味较正好，就南国味道就重。可能还有，所以迄阵你收藏迄阵，李铁洲有迄个印啊，但是啊，佫无收。诶，一般拢写铁洲较济。我收集的画拢甲历史大部分都有关系，哎，当然啦，是还是会好话，还是会感动，对啊。没有钱那怎么说实话？开业以后吧，民国六十五年以后吧，四十几年了啊。李铁洲的话真的非常的少，我刚刚也读较好的，根本都买无嘛，连假的好像都没有呢。上次来的时候是主要是为了知道陈真医师。他收藏的这个银之柱的少女，主要为这幅画来的。那来看了之后，我们发现说啊，那个医师里面收藏很多的画作，还有当然很多文献，所以真的很惊讶。那后来他就突然跟我们讲说，哎，我还有收一幅很大那张作品的那个李铁洲作品。好就带我们去。他那个这张画是收在一个以前是病房的地方，那个空间很小，可是这张作品非常大。我们就是好不容易挤进去看，哇，真的是惊为天人。看到你出来，你跑来跑去，开心。他很擅长处理很复杂的，一些可能植物前后交错，可是他空间层次非常分明，而且整体看他有那种气魄。他一向是被认为，根据研究被认为是那个花鸟画家，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山水啦、风景等等的，所以看到他画这么好的路途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很惊讶。他一直是没有对外曝光过。当一个新的作品出现，那你就会重新再思考这个画家的风格、他的创作一个方向，还有再进一步研究他的意义。另一位几乎找不到原作的画家是颜月桃甫。颜月在台湾常住25年，不止在台北一中、台北高校指导美术，创办了台湾美术展览会，也是个人风格强烈的画家，对台湾美术的影响很大。颜娟英透过在日本九州大学任教的吕彩纸，终于有了寻找作品的线索。吕彩纸老师他的父亲是颜月的学生吗？他从他的父亲知道说，颜月他要离开台湾的时候，把他的一大批的画作就留给他的一个学生。那据说大部分都在八七水灾的时候全部都毁了，但他父亲知道，他看过有一幅画是在另外一个同学的家里。
后来总之呢就联络上了，所以李才子就特地回台北，那我跟着他去拜访他们。等待这幅画等待了很久，传言中有这么样一幅画，可是我从来没看过。在放下来的时候其实已经看到有一些碎片，这幅画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裂痕很多，而且很多是空白的，就是说它已经那个颜料已经剥落，所以你看得到那个画布那个状况，真的是让人家很忧心啊。他画的是台北的植物园，在春天的时候萌芽，台北的植物园的创设还有就是台福展的开始都要从这个萌芽这样的一件作品或者他的话题都可以看得出来对台湾的这个美术界的期待。借着这个展览之前先做修复，把他的生命重新再找回来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是齐湘姑月，齐湘姑月是一个很传奇性的画家，然后他就流浪到台湾住了一两年，我们发现他有两件那个横轴是画在卷上面的那种作品，标题就是台湾风景，他应该跟这个台湾的纵贯铁路开通有关系的，因为他所画的那个景致我感觉上应该就是台湾的嘉南平原的风景，那就从火车上面来看的，可以说拉直的一个景致。有了这个铁道以后，大家就从丰原到台中一个小时就到了，台中就因为这样子发展起来就取代了彰化，他们都宣传都说它像那个魔术地毯，就是缩地术。台湾的现代的建设嘛，就像陈澄波他会画那个嘉义市街，因为就是嘉义市在这个日初期的时候就发展得很好，原因其实很悲哀，是因为阿里山的木材被砍伐，所以它需要有很好的道路，它要一方面也是带动这个地方的建设，它那个锯木材厂啊，那初步的加工都要在嘉义市做，然后所以嘉义市就建设成现代的都市。也有的人他会考虑到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旧的都市不断的在消失，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有些画家就比方说像陈志奇，他会刻意去画那个真人庙，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但是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那个跟蒋渭水的台湾民族意识是有关系的。或者是画淡水的旧街，在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讲就是旧街，是没有经过日本人改造的台湾的特色。艺术家在新时代运用新的观察和表现方式，不只描绘台湾风土，也包括海外风景。当年刘启祥是台湾同时有留日与游欧经验的四位艺术家之一，不但曾得到日本前卫的二科赏，也入选了巴黎的秋季沙龙。他早年的有树干的景物，直到几年前才知道下落。这是日本的剑，这本来就是壁画，它不是原厂，根本就没画。因为如果那时代不一样，日本有的时代都弄出色，出色画画派，出色画。这比较像二科的那种表现。日本吼，迄时阵有足侪，足侪迄个时代的物件，都包括都会，因现在所谓前卫那一个都同时发展。早期的物件，你会看到，蛮很有力量的，那种肌理的处理。如何找到这张画，与一段七十几年前的因缘有关。开始就有一通电话，那位台湾的许小姐。他又联系上我们了，所以才知道说原来那个他父亲他们一家人要那个1946年呢、啊，要终战以后要离开东京的时候，他把一批画寄放在邻居，就是板上先生他们那家人那边呢、啊。那板上先生年纪也大了，他就很着急，他就是说请他的那个
两位双胞胎女儿一定要找到刘家，把这些画还给人家这样子。2010年，已高龄80的板上家双胞胎女儿，既然一本刘启祥过去赠予他们父亲的相本，完好的保存两家人在日本生活的共同记忆。我爸寄给他的爸爸。刘启狗，对，他妈妈。他小时候啦，这个他妈妈就会到这一家去，快过年的时候要捡花子。在我们交那两个双胞胎见面的时候，因爹讲给我老婆啦，一直觉得对我母亲的印象就深刻了。他也都跟着你叫爸爸妈妈，也叫他们爸爸妈妈。所以我刚刚那种情感哈，你过来看看，我对这种事情我很难想象。那就在那个双胞胎姐姐那个富贵子家中看到这一批画，这样微妙的寻画故事，也发生在画家吕基正的女儿吕文身上。他细心整理保存父亲的作品已有30年之久。其实他在家蛮安静的，就是画画跟展览好像我觉得就是他全部的生命这样子。其实他跟我之间的亲子关系唯一的场所就是展览会场，没有别的。他在过世前在医院里，其实他已经说不太出话来的时候，其实他没有交代任何事情，其实他只叫了一下我的名字，他说文，然后抖，就是用台语说抖，然后他就讲不出，那我知道他的意思，那我就靠过去跟他说，把你的话我会帮你整理，这样，然后他就点点头。他就像睡着一样，就一直就没再醒来，一两天后就过世了。我知道他一定最挂念的是他这些画。其实他过世后，我很快的就要觉得我要去整理这些画，我还要打听说应该要怎么样的清理，应该要怎么样的保养，我还自己编号4F0016F002这样，然后就开始清洗。在整理画的同时，吕文也开始寻找父亲流落在外的作品。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美容院的杂志报道中发现了父亲的画作。他的那张照片差不多这么大，然后可是他是照他整个那个古董店嘛，可是他是在墙角下有一幅，对，差不多这样一寸而已，差不多一寸见方，很神奇啊。我就说我觉得这张是我爸的画，那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就他就去看了，结果真的是我爸的画。那个我觉得那像在召唤你一样，你看你去洗个头，你一佛就跑回来了。那个我觉得是最不可思议的一次找画的过程，但是也不容易，因为不是说你要买画就买得回来的。我们20几年嘛，也不过才买不到20件，那个过程，有时候是在古董店就有看到，对，我们有一次在古董店，但是差一点也会买到假画。在吕基正的作品中，最知名也最特别的就是山岳系列。他常年爬山、画山，是他发展了一生的主题。台湾的画山岳画家这么的少，可是他为什么画山岳？我觉得跟他那个生活经验应该很有关系，又是战前的生活经验很有关系。他刚好住在神户，然后神户他参加了一个社团，就叫五一登山社。那个五一登山社真的南征北讨啊，他跑日本的好多的山岳。他的衣服其实就是一件羊毛衣，他之所以不能带很多换洗的衣物，大概是他需要更多的背包的空间去放他的画具。我记忆最长他几乎有3个礼拜没有回家，他已经去到
我会想念他，会跟妈妈要爸爸这样子。他1959年画了一件接待衫，1968年有一件，1978年一件，1983年一件。你把这四张接待衫摆在一起看，你就看到一个人的心境的变化。你要看吕菊珍的作品，你其实真的很难看一件，相信我，你最好是能够看一组。在20年代或更早的时候，这些点都是那个创作的重要的据点，所以它会不断的 inspire 我们的对于台湾的认识，对台湾风景的认识，引发我们对台湾的一种骄傲感。它可以告诉你很多台湾的这块土地真正的生命，最重要的其实是山岳，它当然就是海。3日目の早朝、ウルトラマリンの水平線上に能力の太い線で描かれた島が目の前に迫っていた。島の形がだんだん大きくなる。緑のピロードで覆ったような島の上に、今ウルツル社の半屋と警察駐在所の白壁がはっきりと見え出した。これに乗る茶褐色の裸体と海のセルリアンブルーとの対照が素敵に美しい。除了藏家与家族后代，公部门是另一个寻访的可能。在台湾成立超过百年的国立台湾博物馆尤其古老，在品项繁多的11万件馆藏中，有18件重要的书画作品深藏库房。台湾博物馆其实它本身是一个历史自然的博物馆，它其实并不是这种美术馆，但是它因为历史悠久，所以它早期会收一些书画作品，但它书画作品都不是那么刻意去收藏进来，而是有一些偶然的机缘才收进来的。所以这些画其实在台博馆 是一直从1950年代就在这里，大概要到50年后2000年左右才逐渐为世人所知啊。这次研究展览团队拜访借展，也有修复师同行评估作品状态。这几个那个黑色的都是那个霉菌，而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班尼斯的那个饭团。原本的色调应该比较鲜，比较鲜艳，没有鲜艳。这个人那种年代的话，没有菌裂纹算不错的。啊，这是这个地方有那个。被撞击痕迹，旗杆这里面有一个当将近差不多7-8公分的一个刮痕。山崎醒山，他有画一些，比如说厦门啊，或者是南洋的风景，但画台湾的目前几乎没有留下来，就这一件，所以也非常珍贵。龙客船是当时在台湾还有华南一带这种木质的比较特别的船，然后背景有那个观音山的轮廓。这一次的作品当然一个是包括颜水龙的港风影，那这一件作品是颜水龙在欧洲游学的时候，其实目前留下来他在欧洲时候创作的作品不多。那么另外一件是小泽秋成的台北风景。小泽秋成在画台湾的这几件作品之中，很多有一些后来是做成这个风景明信片，画高雄的这个风景等等。在蔡家秋研究这批台博作品的过程中，竟然牵动了一个美术史上的发现。因为本来它是跟一个框就是掀在一起嘛，那这个框的背面上面有写作者的名字，叫做平川之道，然后以及贴了一个第9回也就是1935年第9回台展的就是出品的时候会贴一个标签嘛。那不过后来进一步再调查，发觉并不是这一张。那么很幸运的是，这件作品当初在教育会馆，就是现在的228纪念馆展出的时候，报纸有刊登，经由这样的一个过程才确定它是山崎醒三这个画家的作品。
这次的计划不只要挖掘尘封已久的作品，更要修复甚至抢救作品。其中最困难处理的就是颜月陶府的萌芽。因为毕竟是1927年，那算起来已经快要100年的作品了，可能是受到意外的撞击才会造成一个大块面积的脱落的很厉害，而且它那种脱落是属于比较深层的，颜料是完全跟画布脱离。那再来就是它的表面有很严重的凡尼斯层的病变，那个你看不到它的岩石色彩。这个颜色先去稍微溶解它，它这种肌理出来的角落啊，最容易藏污纳垢，而且会藏得很紧，你不一定洗得起来，那你就是要用手术刀帮忙把它抠出来。这个它的颜色 是这种绿，很漂亮的。我们到时候上油是这个颜色，不是那一种黑黑黄黄的，颜色都没有出来。底色我们先把它淡淡的打一层。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是用点的，那个颜色饱和啊，那个颜色才会混合，自然混合。这里你要很注意，就是说它是有一个类似这种一笔成型，所以这一笔应该就是这样而已，这很重要。然后这个水就是到这里，那你那个每个衔接的环节你都要注意到，就是要让你补上些颜色融合在里面，而且不是跳出来的。我们的修复的还原里面是在不找痕迹的情况下去帮它重新呈现，所以修旧如旧啦。我最引咎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我看到它重新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刘俊珍，之前就是跟你通电话。那到头前家是水池，就是这一个。哎，处理家了。哎，处理家。这个我妈妈啦，应该搭拜拜。这把手应该是唯一的好心嘛，哈。哎，你没人讲做有精神啊，做有敢若一个飘撇的迄落感觉。你描写人的神韵。有一个人会使画到安尼款的、款的做有分量的感觉。我大概第一次来这里是超过30年前，看作品要问他问题啊什么，他们都真的是指导我吧。他的慷慨是对小孩，还有对。对于他的学生吧，就是南部展的这些一起共同参与的人，所以这样才能够产生一个内在的凝聚力。那个里面是有一个很深厚的感情在的，那个深厚的感情的背后是没有什么，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利益，因为画作也没有那么高的价嘛，唯一的目的只是让这个现代美术能够在南部，台湾的南部存活下去。其实我很爱来这里啦，那是时光隧道啊，那吼，那时候都很多树啊，很多树啊，这里还有一个水潭。一个创作是跟随着一个生活经历而来而发展出来，因为我父亲，我在看他的一生啊，他都很爱大自然。啊，也花园地就是这个所在，这是也故乡啊。这栋遗楼是少数由公家支持整修艺术家故居而成的纪念馆，里面展示的是刘启祥的复制画，原作仍必须找其他地方收藏。一直以来，多数的艺术家后代都是请个人之力保存作品，能像吕文和李宗哲规划建立恒温恒湿库房，又定期修复作品的人少之又少。我们的心愿原来是非常希望他能够进到美术馆里面，因为毕竟他的设备什么是最好的。除了画进去之外，我们当然希望有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嘛。
但是这个事情在经过一二十年之后，我们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有很多人现在都是第三代在接手嘛，仿佛我们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社会条件还不够成熟，所以大家还没有办法去理解到这些作品的重要性。那问题是我们被迫先退在前面，所以我们先撑住。我们研究台湾美术史，觉得最近的那个一二十年来就还是 不受重视啊。不受重视的原因就是对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没有认知。所谓的近现代美术馆的这件事情一直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位，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可以完成，然后台湾的这些文化资产可以不用再继续在外面流离失所，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它本来就是我们文化很重要的资产嘛。その国に生まれてその国を愛し、その土地に生まれてその土地を愛するは人情である。芸術に国境なく、どこでやっても同じはずではあるが、やはり自分の生まれた土地が懐かしい。我が台湾は美しい島であるから特に懐かしい。